大冬天吃冰淇淋我也是没谁了。他跟达斯新出一个福兔冰淇淋杯子，老好看了，今天咱们买一个尝一下。你还有那个福兔的杯子那个吗？那多钱呀？80。行，我给我来一个。现在贼火的还有这个玫瑰的，这是什么口味的呀？夏威夷果仁。这俩哪个是红丝绒啊？啊，口味旁下面上下对应的。啊啊，谢谢。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活着那头一回吃哈根达斯，平时一个球是30-40块钱，这个是个抖音团的84块钱，5个球，还带了一点小甜点，咱们尝一下啊。嗯，这是酸酸的，这是什么味儿的？这里头是巧克力的，哎呦，巧克力好吃哦，非常浓的巧克力，而且它这个球里边是有巧克力的。尝尝这红丝绒的，红丝绒也好吃，甜甜的，香香的那种感觉，还带一个这是小饼干吗？小饼干也好吃，奶香奶香的，可甜了。这应该是坚果的，这几个口味都挺好吃的，就是冬天吃有点冷。它现在还有贼火的那个红丝绒玫瑰，老好看了，下次尝一下那个。这个杯子太好看了，回家刷一刷，拿着喝水或者插花都贼逼。单看这一杯84块钱，感觉有点贵，但是能让女朋友这么难缠的生活开心一会儿，高兴一会儿，还是比较值的。